它成了精。然后，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就是猫成精之后的样子。老白就喜欢这样玩，就喜欢这样玩，就喜欢自欺欺人。给你们看一下它啊，好，盖上，哎呦，可能这就是躲猫猫吧，嘿嘿。隔着一块布，然后我们再愉快的玩耍。还是猫会玩，还是老白会玩？哎，老白，这可是我们的电热毯。你要是抓漏电了，晚上我可能要被电死了，知不知道？